娜娜妈，那他这具体他是警察啊？警察呀？对，我们属于是一个系统的。哦哦，这工作好。嗯呐。哎，这一个月工资也不少挣吧？多说点儿啊，一个月也就十多个亿吧。啥？说多了。啊，多了啊，一个月七八十块钱。啥？说少了。阿姨，你多钱满意，我就挣多钱。这，你们单位还分丈母娘满意就发多少钱呢？啊，我这工作吧就是玩儿，为了这个体验生活。其实我不差钱，我爸有钱。你爸？啊，你爸谁呀？马云。你爸马云，你姓宋，怎么？你这什么关系啊？啊，那个双十一赠送的。这淘宝还送儿子呢？啊，是。现在淘宝做的可好了，妈，你平时不上网，现在都送儿子。而且娜娜、啊、我一直就跟你说，你让你找一个高富帅，你说这个儿，这要个儿，这个儿也不高啊。阿姨，哦，宋晓峰在我们这儿是最高的。你就说这眼睛吧，这眼睛这么小，这也不大呀。不不不，阿姨，宋晓峰眼睛在我们这儿最大最大的。对，你说这脸就这么贼黑贼黑的，长得跟黑煤球似的。不不不，阿姨，宋晓峰太白了。对，娜娜，你给我老实交代吧。啊，你给我老实交代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啊，还在这给我演，还在演，骗我！我这次过来就知道你是骗我的，气死我了！妈妈这么多年养你长大，这不是辜负我对你的心意吗？就想让你找一个好的、好点的女婿。你们在这一帮窝在这演，是不是？我气死我了！